这边来看一下即将上架商城两款紫锅，分别是佣兵的绝影以及守夜人的全冰饮料。首先的话来看一下佣兵的紫锅，可以看到在弹射的时候，除了伴随闪电流光特效之外呢，在身后还会留下两道短暂的人物残影，也不知道残影会不会跟随使用改变呢？个人猜测应该是可以的。实战中这极有雷电的身影，看这的话还是非常酷炫的。比较可惜一点就是弹射的音效还是默认的，没有像阴影那样有专属的音效。另外吐槽内陆这边，不知道佣兵是不是已经触发了两次那个坚强了，所以没有选择帮岩钉扛刀。然后是守夜人首款紫锅，可以看到气流的颜色的话变成那种淡蓝色，其次的话是会有那种雪花混在其中，感觉的话比较一般吧。唯一的亮点可能就是带有额外出刀特效，但论这点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另外比较不足一点就是求生者受到风雨技能影响的时候，周边的气流好像还是之前的效果，具体内容的话到时候等上架之后再测试一下。最后就是这两款紫锅的话将在下周四，也就是7月13号金火2开启的时候上架，都是可以用碎片购买的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